不在那里。妹妹呢？丽君，你女儿魏珊娜去了哪里？走开了吧，宝莉。妹妹怎么没有来啊？我妈有病啊！你咁样大声做咩啊？啊！有钱就可以了的，就说都没有钱哦，不然早就搞定了的。不要讲废话嘛。要多少钱？哎，你要我绑你是不是？你要我绑你是不是？我妈病发作是要吃药啊。Sayonara, sayonara, sampai berjumpa pula. Buat apa susah, susah itu tak ada gunanya.